大家好，我的作品名称是《精灵同乐会》。精灵们开心的在玩乐，有的在跑步，也有在玩跳绳和看书的，大家都开心的在玩乐。我一开始是用蜡笔描绘人物的外形，接下来是画花草树木，再来是用蜡笔描绘花草树木的背景，最后我才用水彩上色。我这张作品以紫色为主，因为我觉得紫色比较好看。我让所有精灵都戴上帽子，看起来更加有看线，而且也把线条加粗，看起来更有立体感。谢谢大家。